解咗我哋嘅立場，我哋從來都唔係話要淨係搞文化，我哋覺得應該要投入翻嗰啲城市嘅錢落去唔同嘅景點啦，推廣翻我哋本土嘅特色啊。想問有位同學，你所講嘅啲景點特色嘅收益有幾多？嗱，我用珍寶做例子啊，如果我依家香港政府唔用個1.2億去搞個煙花，反而去投入翻去珍寶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珍寶係啲咩，係一個著名嘅景點嚟噶嘛，唔通有方同學唔承認珍寶係有收益嗎？有方同學，你睇珍寶係咪就代表佢會嚟消費？哦，真係佢去珍寶多，你知唔知珍寶係點嘅先？珍寶係一個海鮮房嚟，去得嗰度正常計打下卡、食下茶、飲啖茶、食個包啦，咁點會唔消費啊？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香港一直以來都有住盛事之都的美譽，自2023年全面通關以來，多項不同類型的盛事相繼在香港舉行，其中包括有超過70,000人次入場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以及超過140,000人次入場的香港美酒佳餚巡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希望透過協同效應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指出，各類型的盛事能夠同時帶動旅遊、酒店、餐飲、零售等的行業，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每1,500名遊客就可以為香港帶來300億港元，約1%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旅遊業作為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在疫情之前，旅遊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5%，但係而家香港旅遊業面臨住競爭激烈、成本增加等的問題。香港旅遊促進總會總幹事崔定邦指出，香港要重塑盛事之都的形象，照顧不同旅客的需要，通過多元化的盛事吸引不同類型的遊客，從而促進香港的旅遊發展。而根據教育部國語字典修訂本，出路是指向前發展的途徑。因此，今日我方衡量辯題的標準在於盛事之都能否為香港帶來更多的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流，並吸引過硬高增值旅客。第一，舉辦盛事能夠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獨特地位，令香港更具吸引力。香港理工大學高級講師陳文亮指出，當全世界在爭奪旅客的時候，唯有將香港打造成為盛事之都，才可以突圍而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
辦盛事的神禮。作為中西文化匯聚的國際都市，香港不單止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更加有優秀的配套場館設施作為舉辦大型盛事的資本。財政司副司長楊偉倫亦都指出，舉辦盛事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不僅限於經濟增長，亦有極大的無形效益，例如可以提升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並吸引更多旅客來港。在今年4月，匯豐銀行將會在香港舉行的首屆全球投資峰會，包括前英國首相白高登在內，超過2000名精英將會來到香港參與此盛事。由此可見，通過妥善利用香港本身的優勢，舉辦體育、文化、金融方面的大型盛事，便能夠凸顯香港的獨特性，帶動遊客來到香港旅遊。第二，舉辦盛事能夠為香港吸引國外高增值旅客。近年來，香港不斷致力於舉辦國際性的盛事，例如今年4月緊接全球投資峰會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參與此賽事的國家有英國、法國、美國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體育隊伍。現時超過34000張的三日套票已經接近全部售出，而根據2-3年的經驗，外國遊客佔總人數超過40%。舉辦這些體壇盛事，無疑是能夠令到國際遊客親身去到香港參與這些重大的慶典，為香港帶來更多的國際旅客人流。除此之外，香港亦都會在不同範疇舉辦展覽，就例如亞洲一年一度的主要珠寶活動 GMA 香港國際珠寶節。此展會自2014年起被榮獲國際展覽業協會 UFI 認證，質素達到國際級的水平，吸引了約29個國家及地區參與，更有超過970名分別來自中國、歐美、東南亞等的國家廠商參與。高質量受國際認可的展會，配合豐富的折扣優惠，吸引了超過20000名來自各地的買家，以及來自韓國、日本、緬甸等的海外買家團訪港搜羅優質實惠的珠寶首飾。由此可見，舉辦盛事能夠令香港吸引海外高增值旅客。最後，我想問一下友方同學，如果今日不推動盛事之都，香港又要怎樣發展旅遊業啊？
國足球隊國際邁亞物香港踢完比賽，先唔講最後多家球星領先完全冇出錯，淪為國際笑話。單講證券資助球隊嚟香港已經要1600萬，仲未計鋪天蓋地嘅宣傳成本。但係球隊只係嚟香港幾日，可以吸引到幾多球迷經常向外消費咧？就例如最近財政預算案撥咗1.5億推行每月嘅煙花匯演，企圖將盛事恆常化，但係用過億嘅資金換嚟數分鐘嘅表演項目，持續性又會有幾高咧？第二就係效益下跌啦。頭先已經講過，政府為咗推廣旅遊，將盛事恆常舉辦。不過盛事之所以吸引，正正就係因為佢特別。一旦恆常舉辦，吸引力就會隨住舉辦嘅次數下降。例如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方宇所講，煙花匯演會嘅呢啲表演越嚟越普遍，吸引唔到旅客長途跋涉嚟香港，認為香港應該要將資源投喺香港有特色嘅景點，或者係文化，就例如香港嘅飲食文化啦，有低多士啊、檸檬茶呢啲，全部都係香港嘅飲食文化嚟喎，咁樣就可以維持效益咯。更何況好多城市都唔喺香港舉辦就得噶咯喎，例如政府之前想邀請國際巨星 Taylor Swift 嚟香港舉辦演唱會咁樣，巨星喺外國表演同喺香港表演嘅表演內容有分別咧？如果各國都有巡迴演出，點解一定要嚟香港睇自己地方都睇到嘅嘢咧？所以城市搞得越嚟越多，只會將本地嘅特色淡化，活力效益就越嚟越低。總括而言啦，要提入持續投入高成本去舉辦盛事，維持本港吸引力係唔可行。反覆舉辦同類型嘅盛事，吸引力都成一次變成永不成立。謝謝各位。吸引到更多嘅人流訪港，從而令到佢哋有經濟收益咯。咁唔緊要，有
喎。咁遊客喺香港睇同喺外國睇有分別有咩？嚟香港睇嘅話，你可以吸唔係你可以享受香港本地嘅情懷啦。但係去到外國睇，咁佢你去嗰度感受嘅嘢係唔一樣噶嘛。咁佢可以自己選擇噶嘛。咁你係冇辦法去判斷到佢想。係啦，咁你都識講啦，既然應該要外國去外國睇原因係因為有嗰度嘅情懷，咁我哋點解唔係應該要重點擺翻喺香港嘅情懷，而係要舉辦啲外國都有嘅盛事咧？而家比賽同演唱會香港咧，都係比賽以前有搞過啦，但係以前吸引唔到旅客，多唔到香港嘅旅遊，點解而家會得咧？咁咪就係因為而家。喂，大家好，其實聽日今日有方同學犯咗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佢誤解咗現況。今日有方同學其實舉辦咗好多嘅例子啦，但係其實完全冇講到啲例子嘅總體入場係咩。有方今日嚟提及到七人欖球賽，佢成日講咗同幾多人嚟到香港睇七人欖球賽，但冇講到冇區分到乜係啲本地遊客定外。
本地人定係外國嘅人。其實唔緊要，我方有資料顯示，其實喺疫情前，外地遊客嚟咗係有20,000人嘅，但疫情之後七萬多，外地遊客嚟咗只得6,000人。咁其實有方同都完全冇講啲外地遊客其實減少緊嘅，咁係咪點樣再去促進旅遊呢？其實今日有方同係冇聽到冇提到啲失敗例子嘅，而且亦都冇講到港府其實想一啲複製其他國家嘅成功，就係佢港府係想複製，就係之前嘅香港人賓館，港府係想複製台灣、深圳、泰國等等嘅夜市，但實在係咩咧？就搞唔成功。其實點解咧？因為港府完全冇睇到香港而家嘅夜市就已經係失敗，已經係沒落咗，間間都係冇意思。其實今日有朋友又提及到嚟啲國際例子，正 Taylor Swift 嚟咗新加坡帶嚟經濟效應，但今日有朋友完全冇提到點解新加坡唔嚟香，點解 Taylor Swift 去新加坡唔嚟香港咧？唔緊要，我幫同你講，就係因為新加坡嘅文化青年部長唐振輝先生就舊年親自率團去美國洛杉磯嗰度就尋求合作機會啦，咁樣就導致由呢個陳真係呢啲 Taylor Swift 等等啲明星就嚟咗新加坡啦。其實講咗咁多，唔難發現香港今日又想複製下其他人成功又，但係又做得唔夠好又搞唔掂，咁點樣憑咩形成突出自己呢？其次第二個問題咧就忽視咗吸引力問題。今日有方同學對吸引力嘅問題咧就係、是、就覺得舉辦咗活動就代表一定有人參加，就以一啲例子去講，就係、是、有方同學舉到一個例子，如果假設我係一個美國人，我見到香港有活動我就代表好大吸引力，其實係咪真係咁咧？咁如果個活動係美國嗰度自己舉行翻，我一個美國人點解嚟香港專程參加呢？咁就引起出一個問題啦。到底呢啲所謂嘅吸引力係嚟自本個活動嘅本身咧，定係香港自己呢？但係今日我想睇一個演唱會，但係其他地方都有舉行嘅，點解我一定要去香港嗰度睇，唔係其他地方睇呢？更何況我啱都有講過，而家港府又請唔到一啲叻嘅人喺度，所以其實而家例如美斯都係咁啦，而家美斯嚟到香港之後，啲人都係睇美斯噶嘛，都係忽視咗香港呢個地方。佢去咗日本之後，其他人就將啲視線全部睇曬去日本嗰度，咁咪見到，即係所以與其靠其他人，不如靠自己。第三就忽視咗旅客嘅需求。今日有方同學完全冇講到旅客有睇乜嘢，比如我方同你講，根據香港新聞網5/1資料，上年5/1黃金週裏面咧有400團嘅代理旅行團嚟香港，大家覺得佢哋係飲飲食食去同睇嘅，佢哋而家中意親親大自然。同埋以一啲去舉辦背後文化，例如佢哋會去香港 M+ 博物館、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兩個博物館咧都錄咗開場以嚟嘅新歌，而且有啲團咧都會去一啲例如米埔啊、大嶼山等等去了解生態地區。其實講咗咁多，冇唔難發現啲旅客香港係因為本地特色而唔係啲城市。多謝各位。
點解香港搞城市就會冇收益？再加埋今日財政司庫先同我講啦，今日我哋收唔係淨可以睇錢，我哋睇無形嘅收益、國際嘅聲譽。咁我哋今日見到，其實香港已經唔係之前嗰個所謂舊物天堂，今日遊客嚟咗，都唔係淨係為咗買嘢，都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嚟咗就會消費。所以我今日見到遊客究竟係想嚟一個已經冇咗光環舊物天堂，定係一個城市之都？再加埋啦，我哋今日見到有方同學咧係咁同我講啦，遊客就算嚟咗咧唔過夜就係冇消費。但我都今日見到政府最新嘅調查，就算唔過夜遊客都有最低消費2500蚊嘅時候，點解冇消費？再加埋我哋今日見到咧，我諗主面開面已經講咗啦，每有1500萬嘅遊客，就有1%嘅生產量增長，係都300億港紙。呢啲難道就唔係所謂嘅收益咩？再加埋我哋今日城市之都要做嘢，係吸引嚟自世界各地嘅高增值旅客。他們搭車搭了飛機來香港，難道看了一眼看了個城市就走？今天我們看到藝術展可以吸引到喜歡藝術人，動漫電玩節可以吸引到喜歡動漫打機的人，文化國際這些龍舟的比賽都可以吸引到來世界各地旅客有興趣的。那這個時候酒店餐飲這些難道都不是我們所謂收益嗎？好，多謝大家。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的立場非常之簡單，香港搞多啲城市，只要有生意，佢吸引力就越嚟越大。但有方同學頭先同我哋舉咩例子？七人欖球賽、渣打馬拉松、龍舟比賽呢三樣嘢，我見唔到有啲咩生意喎。香港不嬲都有搞啦，有方同學主面同我哋講搞咩？美酒佳餚展啊，但香港不嬲都有美食博覽啦。咁點解之前又冇遊客訪港呢？再講啦，有方同學頭先就同我哋講咧，話呢啲房農曆新年假嗰時候有房間加呢啲活動啦。但有方同學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嘅結局係點啊？20000人遊客連夜趕翻深圳，證明咗啲咩啊？佢哋根本就唔會留喺香港住酒店，而係即刻翻去啊！有方同學頭先有問我持續性嘅問題，我方好唔理解，唔通有方同學要不斷搞運動比賽，或者有方同學所講嘅城市搞永久搞落去？因為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城市一結束咗，佢香港嘅吸引力就轉化為零，佢根本就唔會有一個持續或者永久嘅吸引力喺度。有方同學頭先又同我哋提出咗泰納斯呢個例子，新加坡搞得咁成功，點解香港搞又唔可以搞得咁成功？咁有方同學不如同我哋講下新加坡同香港有啲咩相似之處啊？再講啦，香港政府完全請唔到泰納斯過嚟喎，所以有方同學根本就係冇企喺一個幻想嘅角度，因為佢哋淨係覺得哎呀，我哋請到咪請到，佢哋一嚟咪就嚟到，但係有方同學完全忽視現況，依家香港正正係因為請唔到泰納斯啊嘛。再講啦，有方同學頭先同我哋講香港已經80幾項盛事，有咩金融展覽啊、珠寶展覽等等啦，佢哋話就吸引到唔同嘅人過嚟睇啦。但有方同學有冇諗過咧？佢呢啲嘅人過嚟睇，本身係中意珠寶等等嘅，而唔係普通嘅遊客。反而我方嘅立場係咩啊？我哋應該搞一啲景點，可以吸引曬所有嘅遊客，唔分其他嘅嘢。因為佢哋有方同學講過，有啲城市嘅群組係非常之狹窄，根本就吸引唔到普通嘅遊客。其實有方同學成場比賽淨係提及。完全不夠膽提及文化活動呢樣，甚至直接跟我哋講文化活動呢樣嘢係冇用嘅。但有方同學有冇諗過？我主面都講過啦，文化活動係旅發局其中一類城市之中，而呢80項城市之中咧，係有分入文化、有文化活動呢啲城市。咁有方同學完全承認咗，依家嗰啲城市係對旅遊發展冇任何嘅幫助。咁我就方就好明白，點解城市之都仲會係旅遊發展嘅出路之一咧？更加何況有方同學淨係提我同我哋講運動比賽、藝術展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咁我就同你講呢啲藝術展覽有啲咩？香港情人在情人節嗰時邀請了英國設計師咧 ，Charlie Hart 就設計了呢個大型藝術裝置，政府使了780萬，但係呢個展覽淨係會搞11日。咁我就想問下有方同學，呢個搞11日對香港嘅旅遊發展又有啲咩幫助咧？而且當地嗰佢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嗰一日有200000嘅遊客去睇呢個 Charlie Hart， 但係有200000人去看這個 Charlie Hart 展，但其中只有20%是外地的遊客，其餘的80%是本地人。那我想問下有方同學，為什麼這個吸引力是這麼低，只吸引到20%的外地遊客呢？同埋他們看這個 Charlie Hart 的展覽是完全不需要給人入場費的，即是證明了什麼？香港就這樣扔了780萬下去搞，但同意就獲取不到任何的收益。多謝各位。自由辯論，自由辯論環境，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
少人多舉辦唔到盛事。今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今日演唱會嗰啲全部都唔係盛事咩？再問有冇同學啊？今日有冇同學同你講話點解嗰啲盛事要喺香港搞，唔喺其他地方搞？今日我想問點解？有同學過嚟緊嚟啊！佢多嗰幾日就係演唱會、立運動體育，完全冇講個文化一啲本地特色。其實有冇同學今日講咗咁多，其實只不過係84號、80幾號文化體。盛事裏面其中幾項，有分學係咪承認證咧？依其中幾項係有吸引力咧？你所講嘅啲景點特色嘅收益有幾多？嗱，我用珍寶做例子啊。如果我依家香港政府唔用個1.2億去搞個煙花，反而去投落翻去珍寶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珍寶係啲咩，係一個著名嘅景點嚟噶嘛。唔通有方同學唔承認珍寶係有收益嗎？有方同學，你睇珍寶係咪就代表佢哋會嚟消費？哦，真係佢去珍寶個，你知唔知珍寶係點嘅先？珍寶係一個海鮮房嚟，去得嗰度正常梗係打下卡、食下茶、飲啖茶、食個包啦，咁點會唔消費啊？珍寶啦，咁不如咁講啦，嗱，珍寶咧投完啲錢落去咧就係永久性嘅，因為呢個景點唔會消失噶，唔會無啦啦消失，但係盛事啊就相反喎，佢搞完一段時間，個盛事就會冇咗，咁佢嘅吸引力，盛事嘅吸引力就會消失咗啦。嗱，請有方同學唔好再生活喺自己烏托邦，今日我哋問有方同學，你搞嗰啲珍寶嘅收益有幾多？有方同學答唔出，但今日我哋見到盛事咩？國際七人欖球賽佢收益有超過38萬人過嚟，有超過1500萬嘅收益，呢啲唔係數據咩？請阿方同學俾數據我哋啊，唔該。有方啲同學幫舉數據，其實我幫佢講，其實因為有方講嘅數據係好籠統噶，佢哋係冇區分到邊啲係本地人，邊啲係本地人，邊啲係外國客。唔緊要，我方再同你講一個例子，就係唔知有方知唔知過嚟講兩岸咧就會舉行嗰個藝術活動啦，佢哋會將200幾隻發光彈擺住嗰度，大家估下使咗幾多錢？5000萬喎！佢使咗5000萬，有方同學好廣告仔，呢5000萬去帶動幾多遊客嚟咧？而且佢個活動淨得短咗2個月喎。就算我而家嚟咗之後，呢個地點會消失噶嘛？但我使咗5000萬，我方今日有講過，如果將呢5000萬擺喺其他啲文化活動，對後嗰啲永久喺度噶嘛？有方同學咪見唔到啲可持續性咧？搞笑啊！同我哋講話將會舉行，又問我哋幾多人會嚟，我哋點知都未舉行，又幾多獎會嚟啫？再講咧，今日有方同學都冇同我哋講過話，我哋單單只搞文化呢一啲嘢，你一次都你啲新活動都冇嘅時候，你文化。人人哋體驗咗一次，仲過嚟再嚟體驗咧，有冇錯啊？今日我哋搞事就係咩？不斷推出新嘅城市，不斷推出新嘅活動，不斷以啲新嘅吸引唔同嘅遊客，咁樣可以直接帶嚟呢一啲旅遊上面嘅收益啦，好唔好？你哋嗰啲景點由香港一開始已經有啦，點解而家又要再搞咧？點解城市新嘅城市點解又唔搞得咧？誒，問下新嘅問題先，可唔可以答咗問先？你哋 G P 一開始講嘛，香港一直以嚟都係城市之都嚟噶嘛，然之後你講完之後就同我講嘛，而家香港經濟環境好嚴峻喎，咁其實係咪真係話你城市都已經唔係一個出路咧？嗱，等我幫有方同學科普一下，其實城市之都呢、這個。說法咧係今年才開始嘅，今日我哋見到香港旅發局嘅盛事年表都係2024才開始整嘅，盛事呢都只不過係啲記者或者係一啲網上人講出嚟嘅名號嘅啫，有冇同學？咁我想問下你哋對於盛事都嘅定義係乜嘢咧？今日盛事都嘅定義咪就係搞盛事咯，可以吸引到唔同嘅旅客咯。盛事之都，你話搞盛事，請問搞盛事要搞得幾多？係咪搞得越多越好咧？喺你嘅立場嚟講嘅話？點解唔係越多越好啊？越多盛事就可以吸引越多嘅旅客。咁問翻有方同學啦，今日有方同學喺景點又吸引到幾多人？有幾多人又會想去有方同學景點去睇嗰啲珍寶咧？其實珍寶我真係冇聽過，有方同學。聽咗咁多人再幫有方同學結論，今日有方同學就係呢個大包圍以多取勝，佢哋就覺得不停抌資物抌成本落去，搞多啲就會吸引到遊客。其實係咪真係咁咧？唔緊要，其實我方其實唔係話反對搞盛事，但係我哋覺得唔可以將成全部錢帶曬搞盛事，我哋要資源分配得好嘛，就例如我哋可以發展啲本地特色。嗱，首先多謝方同學。
盛事啦。有觀眾又質疑我方啦，點解要點解搞盛事要擺咁多錢？今日我哋見到有收益咯。我哋其實唔係我方一直要大包圍嘅，係因為今日我哋見到就係搞咁多盛事有咁多收益，我哋先要提倡搞盛事嘛。我哋今日見到香港電競音樂節，佢收益有超過3800萬，有超過380000人嚟香港，呢啲唔係有汪同學口中嘅收益咩？其實有方同學完全以偏概全，佢哋淨係單隻舉一個例子，就差人諗佢咗。但我方見到啲咩？好似我二顧頭先所講嘅叉 B 哈演唱會，佢叉 B 哈嘅大型藝術裝置，佢抌咗780000落去，但完全唔需要任何門票走入去啦。政府賺到啲乜嘢？又首先第一，要搞盛事同搞得多有本質上嘅衝突。先唔講啱啱自由辯論已經突顯到，有方同學連盛事之都嘅定義係咩都講唔出。但其實即係同我哋講話搞盛事要搞得多喎，但其實搞盛事同搞得多本質上有衝突嘅，點解啊？因為咧佢嘅吸引力係隨住盛事嘅數量呈反變比例㗎，亦即係話你盛事搞得多，吸引力就減越低。同埋而家政府佢話要搞得多盛事，佢係搞嘅盛事係咪真係咁大型咧？其實我哋我方係完全唔反對搞盛事嘅，一年搞一兩次盛事絕對係可以為香港吸引力錦上添花，但要將盛，香港發展成為盛事啲咯，就絕對唔係旅遊發展嘅長度。其實而家其實唔難發現啦，政府搞嘅嘢咧已經係越嚟越充足㗎啦。有方同學咧啱啱已經開始喺度攞埋曬啲咩龍舟啊、揸大馬同馬台講話係盛事之都嘅盛事嘅其中一種，但其實呢啲啊你都成講啦，盛事之都係今年先出現嘅新事情。但嗰啲咩渣打馬拉松、爬龍舟嗰啲，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個香港本土文化嘅活動嚟嘅喎，又點可以算係你城市都嘅城市入面咧？關於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有方我對吸引力嘅定義係非常之模糊噶。嗱，要去講一個地方嘅吸引力咧，有啲咩吸引力，就當然要睇下外國人對於嗰個地方嘅睇法係點啦。就例如我咁啦，我可能去過日本同台灣旅遊啦，我去日本東京七田嗰度咧，就係因為我中意嗰度嘅二次元文化，所以我去嗰度睇。我中意去台北嗰啲夜市，就因為我中意食嗰度嘅嘢，所以呢啲其實就係當地嘅本土特色咯。香港要發展自己嘅香港要發展自己嘅旅遊業啦，就應該係發掘到香港本土自己嘅吸引力。香港本土有啲咩吸引力咧？我哋就要睇下外國人嚟香港會去邊度啦。外國人嚟香港會去邊度咧？如果歐美國家嘅人嚟講咧，就中意會去天星小輪啦，會去中環啦，會去行山啦。大陸嘅遊客嚟香港咧，就中意會去堅尼地城啊，或者北角呢啲地方打卡喎。其實咁簡單嘅呢啲嘢，雖然喺我哋香港居民嚟講係平平無奇，但係對於外國遊客嚟講就有住好大嘅吸引力喎。政府應該要做嘅就係保護好香港呢啲特色，而唔係走去抄外國嘅城市。政府要搞盛事唔係問題，但你搞得多仲要好得意就好有問題。
政府而家話要搞咩 Taylor Swift 嘅演唱會啦，但其實都係嗰句啦。你講緊演唱會，你去到邊個國家唱嘅嘢都係一模一樣，點解一定要嚟香港睇呢？有可能學到一個例子，就話美國人過去買成10,000蚊機票過嚟睇展覽，然之後睇完展覽咧就會覺得我會留港消費啦。但其實呢個邏輯係絕對嘅錯誤嘅。你我識講啦，要俾10,000蚊嘅機票過嚟香港喎，淨係為咗睇一個展覽，那個吸引力嗰、那個門檻實太高，係咪真係會吸引到啲人過嚟咧？所以應該係調翻轉㗎，應該係靠住香港嘅吸引力，吸引到旅客過嚟香港先，佢哋先會過嚟參加呢個展覽。亦即係話，要發展香港嘅旅遊業，最主要嘅因素應該係香港本土特色，而唔係有方同學所講嘅城市咯。講翻啱啱嗰個曾國海先講嘅例子，其實政府話係唔需要每個月買1億幾咧，就係每個月為咗放煙花，亦都唔需要咩5,000,000買嗰啲發光彈，就係擺2個月。其實政府只需要撥啲錢出嚟保護好曾國海先講，已經係有香港一個好大嘅特色啦，係咪？好啦，去到最後啦，有方其實咧成場係唔明白咩叫城市之都嘅，有方同學喺之後邊咧，竟然就係同佢講話，城市之都就係搞城市嘅都市喎。但係咧，佢哋連詳細嘅定義都俾唔出我哋。其實有方同學係咪真係淨係覺得話搞城市嘅一個城市就係可以對旅遊業發展嘅出路呢？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呢個世界應該係冇任何一個國家係會有啲旅遊業嘅問題嘅喎。眾所周知，本條辯題點解唔答都係各位。為什麼今天所有的城市
都嚟香港搞，唔係喺自己國家搞咧，有啲同學根本就答唔出，反而就質疑我方點解啊？點解佢哋唔可以喺美國搞？點解唔可以喺日本搞？但係我今日就係見到佢哋喺香港搞，我哋先會話香港係城市之都，因為香港係獨特性咯。再講啦，今日有啲同學再各位，今時今日我哋講起深圳，我哋諗起啲乜嘢評價？有好多嘢玩，有好多特色，但其實原本呢啲嘅詞語都係用嚟形容香港。睇翻香港啦，雖然人流係唔少，但大部分都係啲內地嘅，可能小紅書特種部隊嚟香港一日遊。坦白啲講，就係旺丁不旺財。但今日我哋見到喺香港旅遊業每況愈下嘅情況時候，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唔會無動於衷，而盛事亦都係每況見順嘅方向。從舉辦國際盛事，再到藝術展覽，再到世界知名音樂節，通過宣傳香港嘅多元文化同埋國際化嘅特色，香港可以成為亞洲獨一無二嘅城市之都。當每一個國際性嘅盛事考慮嘅舉辦地都係香港嘅時候，每一位遊客嘅考慮場地都係香港嘅時候，點解今日香港唔係盛旅遊業唔係盛事都係出路？多謝各位。